肖战最新采访说，清冷人设不能演成面瘫，要研究吐成人物性格的原因，不是剧本上让你冷就冷，这种会思考有文化素养的演员真的好戳呀。面瘫并不代表他真的是面部瘫痪，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角色背后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清冷跟高冷，他的根基是什么，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他并不是说哦，剧本要我清冷我就清冷。